好，去帮助一些劳工也好，大家都可以来做自己该做、可以做的事情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，看民人，当然这个大家跟他想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也想跟他分享一样的感觉。今天不只是民人出来反对我们要支持，我们一般人反对到底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台电专用地啊！哦，来，开播！